涂上一层底胶，照灯。枕甲涂上一层灰色作为打底，照灯。用圆头笔取深灰色在甲面上拍上，记得将色块边缘拍开，这样会显得更自然一些。照灯，涂上一层加固胶，增加层次感。照灯，取白色在空隙处拍上，稍微叠加灰色色块上，但不能完全盖住灰色色块哦。照灯，再取深灰色和黑色，将色块加上颜色。照灯，在深颜色处增加一些白色小色块，作为月球撞击后留下的痕迹。照灯，涂上一层加固胶，增加层次感。照灯，用拉线笔取白色，在甲面右上角画出一个圆圈，然后圆圈周围要画出较细的线条，在局部点上白点，也要勾出线条哦。再用圆头笔将这些纹理拍模糊，再用拉线笔取灰色，在白色圆圈周围加上，记得也要拍模糊哦。在甲面上点上白色小点，再用圆头笔拍模糊。再用圆头笔取黑色，局部加深颜色，照灯。使用拉线笔取金属胶，把甲面周围画上线条，照灯。最后封尘，这个作品就完成啦。